欢迎收看《新电玩快打》。咱两人做阵也着一支小雨伞，一支小雨伞，哈鲁多。我来照顾你，来照顾我，你来照顾。什么 Q 狼啊！我跟你讲，我就是专门 Q 狼的。怎么样，你叫我吗？啊！我看到你，我就恶心不舒服，想吐。什么恶心不舒服想吐？你看看你自己这个鬼样子，你真是没有礼貌。我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了。2020，我是《航海王》《海贼无双三》里面的可操控的新角色伊娃科夫。我可是曾经发生过救济传说的史上最强人妖王哦。什么死人妖，你懂不懂啊？我不话说，我不懂。中元宵节都过这么久了，你把自己弄得像个灯笼一样，你想干什么呢？什么灯笼啊？我可是人称幽灵公主的可爱萝莉裴罗娜，而且呢，我是有超人系的鬼魂果实。我告诉你哦，这个死人妖千万不要惹我，小心我召唤灵体来对付你。你以为只有你有能力吗？跟大家报告一下，我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叫什么？胖子。摔跤手。不是，什么摔跤手？摔跤手而已。摔你的头啦！软王。软王什么？软王。软王。剪掉。还有软王。剪掉。软王。软。软王。万。软夫。我不录了。你跟我回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你以为只有你有能力吗？我的能力更厉害，好不好？我呢，可是有这个荷尔蒙果实的能力，就是我可以随时注入你各种荷尔蒙。荷尔蒙变异。不是，我们是可以注入你各种荷尔蒙。如果想要变性的话，可以call我一下，是没有问题。哦，不用多谢你鸡婆。如果变这个样子，我宁愿哦，你知道的。你怎样？艾伦，雌雄吗？有一些话不适合在电视上说。我觉得你不要着急，你可以要不要变性？你自己好好仔细想一下，因为我们有点时间可以让你想。现在看一下本周的新电介绍喽。欢迎回到新电玩快打。我太感动了，是有多感动？自从呢上次呢我个人介绍了怪物弹珠合作共斗之后呢，在观众之间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是的，没错。所以呢，想必你今天又有带来什么新关卡要介绍给大家吧？我今天带来的呢是新伙伴，要跟我们一起共斗一下啦。也是，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名单，个个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你行吗你？其实他们有一些等级还没有我高的。臭臭屁啊！没有关系，我们欢迎他们出来好了。一起欢迎我们今天怪物弹珠的共同伙伴邱嘎敏、康宁、田小仙，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嘎敏，我是康宁，我是田小仙。好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四人合作一下，好不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玩的是什么呢？邱嘎敏，我相信我们四个人要一起来玩我们从死亡与暗影中诞生的怪龙。我们这样，我们玩大一点，我们不要，我们也因为四人一起玩嘛，哦，共斗 OK。但不如我们分成两队，一定要分成两队，对不对？因为分两队，然后我们最后的如果说，就是要这样竞争才会竞争，互相看哪一队先打到最后一下。啊，要比赛一定要对啊，输了打什么？要赌注才会有可看性，对不对？呼巴掌，道具我已经准备好了。好了，打脚底板，对，所以赢的人打输的人，还是输的打乐言？关我什么事啊？打乐言就对了，赢的打他输的还不错。好了，就是赢的打输的了，好不好？你们直接来那个，所以纳豆跟乐言黑白，黑白，对啊，好，黑白黑白一样的一组。你看，那还好吧？两个白的，两个黑的。好了，你们注定要一起。好了，我开始了，林九。你们都角色都还蛮厉害，我们看你们角色好了。好啊。二 B 是谁？带的是最新的光刀。哟，那我是不是也要去改？非常难打。第三是，这个谁？这是谁带的？你就叫嗨嗨哦。叫嗨嗨。这是谁？就是邱嘎敏。我朋友叫邱嘎敏。低调不好。好，自己带的。哎呦，从这个神魔要来吃。好，就这样喽，各位。好，要出发了。是不是田小心嘛？对。对。就打光刀，他的那个友情戏还蛮厉害。对，很多，然后它是有很多颜色性的弹，对。它颜色是很多种的。对。你看，我去算，我要弹它。怒射角，一个都没弹到。有啦有啦，
一开始没谈到，他是精准的计算如何去避开，我就打撞球三星，空空空回来了。好，来，快点，快点，我好紧张。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加码？打完第一这个再加，这看大家表现怎么样。第一条，好恐怖哦！球给他明天。一二一 P 二 P 不是我跟那个 Connie 讲，所以换我这个角度。打，哎呦，不错不错。你看他水降了，好，人家看了。好，我刚打200,000。聪明，因为护过来先把他打死。对，这边很反的啦。快点剪，快点剪。哎，我以前不知道我是这样在剪球。你这哪来得及？我最一开始也是这样，那把我剪成滑就好。就这样。后来又滑，一开始还想哎，怎么点会拿的比较多？你就觉得玩到现在，其实钱不是重点。对，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都劈的超多下，55下，随便打那么多。那个时候我不能放下，把他打死，我们就赢了。刚刚你打复活怪就好。对，我如果放招，他们就会剪尾刀。我跟你讲，他没有用，你看现在怎么打，我们赢了啦！这是一个好心机的游戏哦，我的妈呀！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我的绝招很烂，而且我没有反那个。哎呀！而且你被卡在角落了。对啊。我准备不被卡在角落，我放了没有用啊。我很怀疑你到底怎么玩的。心机好重，我故意不打王啊！输了输了。哎，这个时候要不要再加码？不用，可以减码了。可以，来宾也可以说啊。对，要从我们头大家同意嘛。所以，球场里说现在很尬，因为刚刚要选，不要玩了啦，这已经胜负已决。哎，输了又再赢。光圈说真的还好吗？看到这个血量。你有种降，哎，如果你可以降，然后还没有把他打死的话，我觉得你超强。不可能，猫头光明他的那个招很强。那你有种不要用招。而且你送我光明情境，你也是输了又再赖死。不是，这是因为这是运气的问题。对，这是运气。游戏规则啊。不然等一下你输了就把游戏删掉。耶。啊。你干嘛笑得那么开心？对啊，你开心什么？很好笑。你觉得 enjoy 球踢被打的感觉？我因为15下让给你。哎呀，如果你打得太轻，就换他打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哎，没感觉，换你来。没感觉。哎，我刚刚已经听到砰一声哎，好响亮哦！再一次，什么再一次？什么10下？你们是怕什么？15下。2、3、4，感觉到了。6、7、8。你看到9、10，哎，9，好舒服，可以再加个20下，所以有点累，就是脚底还痛。还有15，他说他想要再5下，5下是换五下，我10下打了吗？还有5下，不是才碰了3下而已吗？哦，好，那一个人15下，不行，你先给他5下就好，来。好可怕！会痛吗？好可怕，还好。奇怪是，好像有点好玩哦。哎，我们是6年的节目。好，谢谢。耶！真的谢谢人耶，好不好？这个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礼拜的新梗介绍啦。谢谢，鼓励鼓励。
工作人员好捧场哦。我们可以离开这里吗？对啊。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觉得有点恐怖哎、欸。我以为上次我们期末之后，应该他就不会再出现了。对。结果他变本加厉哦，消失的那个时期，他跑去变性了，而且现在回来更加失控。对，我觉得哈鲁桑现在我们已经没办法制止他，而且感觉上我们逃不掉了。对啊。嗨，哈鲁桑，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可以不见吗？Oh no！ 听说你们非常非常想念我。没有没有啊，谁说的？是不是想念我的日本上课？没有啊。哎呦，怎么可能呢？不要开玩笑了。我现在比较想念英文教室。对对对对对，我知道你们的内心是非常非常想念我。今天我有准备了特别日本語卡拉 OK 教室。哦，日本歌。卡拉 OK， 所以我们要唱歌。对，我刚刚唱的歌曲是那个 Sake yo。伤心酒店的对日文版，对，所以我叫你们那个副歌的部分，你们唱的不好的，我要给你们磨鼻子。Oh my god， 这超严重的惩罚。我不要跟你磨鼻子。怎么那么漂亮的日本人，怎么那么不接受啊？我们开始吗？好了，来，可以吗？先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肉眼伤。你先，你先，来来来，怎么那么快？为什么？先教啊，来，哦，ひとり酒。Hidori sake。对，这个是一个人喝酒的意思。Hidori sake。OK。有，这里有写。哦，对，还有写。演歌を聞きながら。演歌を聞きながら。对，一边听演歌，演歌，演歌。然后。ほろり酒。ほろり酒。对，ほろり是有一点喝醉的意思啦。OK。OK。OK。然后そんな夜も。たまにはいいさ。太快了啦！一句一句来的。そんな夜もたまにはいいさ。OK， 了解。はい、はい、はい。我们来唱歌。OK 啦，你应该会的啦。はい、下一位，下一位。情けよ、情けよ。お前には、お前には。わかるかな、情けよ。わかるかな。哎，你教他为什么教那么完整？一样美，一样美。はい、OK、OK。我刚刚叫的是副歌的部分，对不对？所以副歌的部分你们唱日本語，就是主歌的部分是你们唱台语，哦，好不好？台语 ？Yes， 你们是台湾人吗？会不会 ？OK 啊，给你的。世界的繁华，亲像梦一摊，也是无卡，什么做不到。部分很厉害哟、哦，厉害哟、哦！好说好说 ，I know。假装不会唱是欠揍啊！但是你们 key 也给太低了吧？我都变男人了，我。所以你要唱高的。像我。对啊。不问讲出来，付出放心内，感情是落的无奈。苦苦的等待，也是淡薄爱，虚情的对待。乌托苦涩的，提着苦涩的，哎呀，又到了。我那涩的哟，我那你哇。我卡路卡的撒气哦！王乐言，可不可以按照游戏规矩？我有啊！你把我这翻走！刚刚他们有说不能捣乱敌人啊，不能这样子啦！怎么样？哎、欸、哎、欸，你的日文还比我的少哎、欸！一样多，一样的、啊，一模一样呢、欸。所以老师怎么样？我觉得唱的比较厉害的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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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豆桑，耶！恭喜你！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快点！哎呀！快点！一，按摩啊，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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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按摩啊，动，摩啊，动，要动啊！老师，你要瘦。湿的，寻思，给我卫生纸，给我卫生纸。啊！没关系，你去慢慢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有休息，有时间让你弄一下 ，OK？ 这串是谁写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喽。欢迎回到新电玩快打。林娜豆，你有哭得太假了吧？哎，有啊，有啊，好，说快点起来。哦，你很重哎。我告诉你，我是不是太感动了？怎么感动？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介绍了《魔力宝贝》手机版的，它真的是原汁原味，像小时候的经典游戏，从 OLG 复刻，你知道吗？啊！我刚刚是太感动，我在跪拜，我要感谢他这样子重温我儿时的回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还以为你哭到是怎样，跟老天爷在忏悔，你昨天又带了几个妹回家，是不是？我是不是我的？我现在是人家王，你可以笑吗？其实我们今天焦点新 game 呢，就会来深入的介绍《魔力宝贝》的手机版，所以到时候你再痛哭流涕也来得及呀、啊。好，今天要深入的介绍，我先冷静一下，先深呼吸。啊、其实你知道吗？这次这个《魔力宝贝》手机版让我最感动、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什么？每一次呢，只要战斗结束之后呢，我们的队伍的血呢，全部都被补回全满的。换句话说，我只要撑完了这一关，到下一关的时候呢，我就不用担心说我的残血会被怪物这样虐待。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的，而且可以省补品，开心哈哈。什么？你根本就只是怕死吧？啊！被发现了。我跟你说，其实呢，你根本就不用怕，因为呢，这次跟 OLG 版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新增的宠物扭蛋，像是大地鼠啊、水龙蜥这些人气的宠物，这一次都可以扭得到，而且呢，他们还会陪你一起上战场，这样子你增加到下一局的机会就变大喽。是啊，而且呢，跟大家报告一下，还有个新的系统，就是我们佣兵系统啦。你现在呢，每天都可以进入酒馆，就可以免费抽一次的传奇卡包，连高级卡包呢都有五次的送你哦，所以呢，非常的大方。另外呢，还有很多这个稀有的佣兵等你来收集，是你打怪推王的好帮手哟。没错，而且呢，今天还会介绍高等副本，所以呢，想要一睹为快的观众千万不能错过哦。所以呢，马上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的焦点新 game《魔力宝贝》手机版。欢迎回到新电玩快打。相信呢，大家对上周的电玩五 G 校园淘汰赛还记忆犹新吧？唉，可惜可惜啊！不用理他。本周呢，一样会有热爱电玩的小女孩要来争夺入选两位名额。哦，心痛心痛啊！林娜豆，你在那边吼什么吼啊？什么可惜心痛，你吵死了你！不，你不明白，你知道吗？我是不太明白，因为我是在为这一些就是淘汰的女生感到心痛，你知道，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每一个人来这边参赛都是漂漂亮亮、可可爱爱的，可是我们却面临说必须淘汰他们一些人的命运，我真的觉得我没办法每个礼拜面对这种场面。啊谁那么知道你不安好心？算了啦，不用理他啦。哎、欸，我们那个校园的外景也出得很辛苦，好吗？你不想看，人家电视机前面的观众还想看嘞。所以呢，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校园淘汰赛 Round Two。校园五 G 哦，电玩五 G 选拔赛，欢迎来到万能科大。上周播出的首次5G校园淘汰赛，报名参加的妹妹无不卯足全力，希望能获得青睐。最后由育达高职同学票选出两名晋级者，取得复赛的门票。而今天我们来到了万能科技大学，参赛的妹妹们个个武艺超群，才高八斗。到底他们谁能获得同学们的支持，抢得入选的两个名额？就让我们睁大眼睛看就知道喽！耶、yeah, ，我们万能科大的投票军团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首先呢，就要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参赛者，呼呼，欢迎，叫什么
么名字？我叫小赵，赵云的赵。今天穿这样是带来什么表演？可爱的唱跳。哎，同学们，帮他加油打气一下好不好？年纪了啊、哦，所以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过。来，没关系，我们换下一位。谢谢。来，第二位。哇，好可爱呀、哦！叫什么名字？我叫苑苑。我最大的兴趣就是 cosplay。对，就是看我今天准备的，应该知道我非常喜欢 cosplay。所以你今天是要 cosplay。表演表演什么？带一些英雄联盟阿里的语音动作，然后还有弄一点，因为这套是魅惑阿里，所以就是用一点少女时代的歌，然后弄一些就是小舞蹈的。那相信大家对英雄联盟应该非常熟悉，那大家快点拿出你们的卡牌，跟我一起释放法术，召唤魔物，整把魔兽英雄，来场炉边对决吧。Now your luck, if you think you're in my league. Don't hold back. Don't you trust me? If you'd like to play with me, you'd better be sure you know the game.真的洗脑歌。3万块，到底是谁呢？在经过同学们的第一轮投票后，杨妹以15高票胜出，顺利晋级。
敬陪末座的小赵仅获得五票，率先遭到淘汰。在这同时，优米及苑苑皆得到13票，将进行第二轮投票，究竟谁能取得最后的晋级？我们现在的战况非常非常非常的激烈，有两位选手同分，现在呢，请他们赶快再来多多拉票，快点快点，优米先。好，拜托请你们投我，谢谢。下一个，希望你们可以投给小伟阿虎阿里，拜托你们了，我们一起玩游戏好吗？投票，最后一站，说说你现在的心情。我现在紧张到快死掉了。这一次你觉得自己的分数会如何？起码会比刚刚多吧。废话。心情怎么样？很紧张，比刚刚紧张。真的、哦，因为现在二选一。对，攸关30,000元。转身，来。哇！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三。老师，你来啦！二十三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哇！24票，我们的优米获胜！哇！我们今天的五 G 选拔顺利成功！谢谢！经过两次的校园淘汰赛，激烈的战况，选出了四位晋级者，分别为有小白星会支撑的软软，清纯甜美的小花，萌系美少女杨妹，火辣动感的优米，以出色的表现虏获在场同学的芳心。而更多精彩的五 G 校园淘汰赛还在后头，千万别错过喽！尾声啦，在下周呢，下下周还有下下下周都会有电玩五 G 校园淘汰赛哦。哦，你确认是淘汰赛，不是持久战吗？哎，你没有听过一句话，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哎，你知道这五朵梅花呢，是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还有这个社会的历练。OK， 哟，讲话越来越有学问喽。好了，总之呢，好说好说，希望大家呢给我们这些参赛者多一些加油鼓励，给他们关注了好吗？到我们这个新电话快打的官方 FB 呢去留言，给我们一些意见喽。OK， 新电话快打，下礼拜见喽，拜拜，拜拜，拜拜。